好，歡迎收睇《認圖志》，我係 Josephine。而家咧，我就喺坦洲同埋珠海嘅交界位置啊。目前我身後嘅呢個項目咧，就叫做御風名門。之前嘅話咧，喺坦洲呢邊都係非常之深受大家歡迎嘅一個項目嚟㗎。而家咧，聽講佢加推咗新嘅示範單位，所以今日咧就帶大家一齊過嚟了解一下嘅。咁我而家咧就喺我哋31栋嘅二楼实体单位呢度啦，我哋入去睇睇啲户型啦。佢系一个2梯4伙嘅设计啦，电梯位喺呢度。咁呢个咧系公共嘅一个空间啦。而家我哋先睇呢个户型先咯。呢一个系04户型，89户租，3+1房喎，哇，仲有3阳台，好夸张。入嚟睇下先。佢呢度咧寫住非精裝標準房，咁佢應該係有另一個交付嘅一個標準嘅。我哋等下再睇埋另一個交付標準，我先睇睇呢個示範先。哦，呢個就係89嘅4房，呢啲應該都係交樓嘅標準吧。咁呢度就係入門就係咁樣啦，鞋櫃。然之後呢一個嘅話咧，佢係一間書房。呢個係一個書房嘅位置。咁我睇佢嗰個户型圖咧，呢一個空間係結構性面板嚟嘅，好似即係送嘅，唔收錢。唔收錢。然之後呢個位置入門咧，呢個係入户花園，計一半，即係送一半俾你啦。哇！佢可以做到南北對流喎，呢個真係好誇張喎。你睇埋個廚房，我哋先睇呢邊先啦。我先睇呢個位置，呢個係廳位啦。佢嘅開間唔係好闊嘅啫，個廳位開間唔係好闊。但是呢度就是那個大的陽台咯，景觀陽台。到時呢度就望園內的一些景觀咯。而家仲喺度整緊，所以觀感就一般般啦。而且可能是二樓啊，唔高的原因。但係呢個咁大的陽台送一半，哇！89做到咁樣算不錯咯。入嚟我好驚豔啊！呢個位置就是那個飯廳的位啦。呢個係飯廳嘅位置，放到一張4人台咯。呢個廚房交流係咪真係咁㗎？呢個廚房我覺得可以啦。哇，好大喎！係啊，我覺得真係可以啦。你呢度完全係就係冰箱位咯。係啦，你哦，如果你呢度要放嘢嘅話，就做唔到冰箱位，唔放你就可以做啦。兩個嗰個洗手盆，呢度完全就係當位。呢度先係。嗱，消毒碗櫃雪櫃放嘅地方，係呢度放雪櫃咯，推拉門就推過嚟呢邊咯。咁你呢度，呢度就係烹飪嘅位置咯，呢度就放嘢嘅位置咯。哇，我覺得呢個廚房 OK 啦，好大，100几平都係咁樣嘅咋。係，你呢度嘅位置仲有空喎，呢度係生活陽台，哇，南北對流喎，真係好誇張啊！89做南北對流。呢個又送一半，係啊！我哋睇埋其他嘅位置先。不過啱入嚟嘅嗰間書房，因為佢係送嘅結構性連板，有啲細咯，就真係只能夠做書房啦。哇！喺度做咗一間兒童房，我覺得佢咁樣嘅設計幾好喎，我好中意。佢整好榻榻米之後，佢個空間感會闊好多。而且咧，佢利用曬啲飄窗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有啲飄窗位啦，佢做曬櫃位啊，俾你放嘢啊，你可以瞓喺張牀度睇書啊，咁樣幾好啊！然之後呢度咧，你就係書台位啦。咁你到時呢度可以做個洗衣櫃喺度都得嘅，冇問題。我覺得幾好喎，好温馨啊！咁樣裝到呢度就係公衞啦，公共嘅衞生間。公衞就一般般咯，正常咯。89呢個廁所 OK 噶。不會話好大咯，哇！呢個肯定又係陽台，佢送一半嘅，你睇啦，佢一個 L 型嘅采光飄窗，咁佢幫你box曬之後咧，你依個位置你就放咗1.5米嘅牀咯，啱啱好，咁但係你就喺呢邊落牀，但係呢邊啲位置你好多，我覺得真係，係咯，我覺得佢啲房間好誇張，嗱你呢度你可以。這個位置放了一個 L 型的衣櫃啦，嘛，可以做到 L 型的衣櫃啦。咁你呢度嘅窗，哇，佢有好多窗位，好多。你而家企緊嗰個可以做一個書台位喺度咯。係啊，跟住你睇書攰咗，坐咗亦攰咗，你望下園內嘅環境咯，嗬。都 OK 啊，一個 L 型嘅衣櫃，呢度做書台，咁呢度仲可以整一排嗰個書櫃啊，或者啲獎狀嘅櫃啊俾佢，幾好啊！
我呢間房都可以。個天花到時係咪咁樣咧？如果咁樣，我覺得有啲矮，唔整佢仲好啲喎。應該唔係嘅，佢呢個係整出嚟嘅。哇！呢間房其實都可以哦。係。一般我哋啲房間都係正方形，佢呢間係長條形。呢個就係主人房啦。哦，佢就係簡單嘅一個衞生間，即係四房一衞咯，三加一，然之後一衞。但呢個主人房嘅飄窗台啦，呢個應該有80公分啦吧？可能有喎，可能差唔多就你一米喎，可以喎。你到時唔要牀頭櫃，張牀並過去，即係你整個高少少嘅嗰啲牀，可以整一張2米嘅大牀。最重要係呢度嗰個窗。啊、我好少見到人哋啲户型咧，主人房有咁多窗位。係啊。佢啲房間窗位好多啊！呢度仲可以放一個大衣櫃，其實唔錯嘅啲空間感。我覺得呢間好驚喜。係89呢。89四房好驚喜啊！我哋睇埋其他户型啊，睇下。可能佢今日就係今日之最嘅呢個。呢個係03户型，佢對面嗰間110平方，都係三房。三加一，但係佢橫廳喎。哇！有冇睇下先？呢度又係嗰個入户花園啦，又係計一半啦，又係計一半。呢邊又可以做鞋櫃位啦。呢間房稍微會大啲咯。其實呢個可以做一個小型嘅客房都可以。啱先嗰間就真係只可以做到書房啦。呢個做一個琴房。哇！哇！呢個廳都 OK 喎。哇！呢個橫廳。設計得好舒服，呢度完全可以擺大圓台啊嘛，可以擺大圓台。可以可以，因為你後面嗰度個位置大啊嘛，係啊，你個沙發嘅話咧，你其實可以呢邊擺個 L 型嘅沙發都可以啦，嗬。係啊。你有個廳位，呢個位置沙發嘅位置同埋電視牆之間嘅空間其實係好大啊！而家 Jimmy 企嘅位置係佢嗰個橫廳整個橫廳嘅開始，即係餐台個位置。我而家喺電視背景牆。嗱，我哋之間嘅距離，你覺得呢個廳 O 唔 OK 啊？可以喎，活動空間好大啊！哇，呢個陽台，因為而家喺度施工狀態啦，我哋就可以見到啲施工嘅場景咯。高樓層會好啲咯，因為睇樓梯。我感覺二樓會一般般，因為前面個入户大堂可能會有少少擋到景觀。三樓打上已經好唔錯。咁我哋睇下啲房間先。哎呀，廚房喺邊度啊？哇，長條型嘅廚房。哇，好光猛喎！你睇，270度嘅采光面，好光猛。最主要係嗰啲窗一定好通風。到時咧夏天煮飯就唔驚熱啦，同埋咧啲抽油煙係啦，就會效果好好啦。哦，但係我覺得我中意啱先89嗰個咯。嗰個比較實用啊。我大啲啊嘛。我哋再睇下啲房間先。哇！呢間客房佢擺咗張大牀喎，竟然。不過佢就冇擺到櫃嘅位置咯，飄窗都係好大。呢個示範單位，些許有少少潦草啊，冇放櫃。嗱，呢個就係公共嘅衞生間位置。衞生間差唔多大細哦。係，同啱啱80幾個一樣。嗯，我哋睇睇 B B 房。哇！佢啲飄窗真係好大啊！呢個街磚係1米嘅磚吧？最緊要係呢啲咁嘅窗台，佢係免費贈送。係啊！你睇小朋友其實做個榻榻米完全都夠瞓咯。咁整到同個窗台一樣高咧，空間感又會高好大咯。其實嗰間房都 OK 嘅，放到起碼放到衣櫃啊呢啲。我睇下主人房先，睇係咪個套間嚟嘅。哇，是一個套間嚟嘅，你睇下佢嗰個衞生間大到，呢個真係好大。佢仲大過公衞喎，空間感好強咯。係啊，嗱，而家 Jimmy 可以喺衞生間嗰個位置影出嚟，佢喺衞生間門口，我喺呢個飄窗呢個位咯，你可以感受到整間
屋裏邊嘅空間啦。咁呢個主人房如果加上嗰個衞生間，呢度嘅平方數應該有大約接近20平左右啦，差唔多，差唔多。因為佢呢個飄窗贈送咗之餘啦，咁你個牀嘅話，因為佢放嘅係細牀，但係佢兩邊壓咗兩個牀頭櫃嘅位置啦，其實可以放到兩米大牀，完全係問題不大嘅。然之後呢度可以仲可以做到嗰個三邊落牀嘅一個位置，呢度又放咗衣櫃咁樣，其實佢可以利用嘅空間就比較多咯。呢間房係嘛？我覺得 OK 啊，呢個户型都可以，都好實用噶咯。啱啱我哋睇嘅呢兩個户型都係實用嘅，咁佢有四個户型，我哋。看埋另一個咯，唔知另一個係咪交標，我哋睇下，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創意嘅樣板咯，睇下交標先。呢度就啱啱呢兩户啦，咁嗰邊咧就仲有兩户嘅。呢兩户大細係一致嘅喎，係嘛？104。呢個都係104。大細係一致嘅。哦，呢個係啦，呢個就交標啦。嗯，我可以睇下嗰個示範單位。市民密碼。門啦，市民密碼鎖。嗯。佢呢度有標準，呢個係裝修嘅一個標準，你收樓嘅時候嘅裝修嘅標準啦。咁呢度係佢用嘅一啲品牌咯。科勒啊、東鵬瓷磚、美的啊，呢啲都唔算差嘅，都係可以嘅。斯萊德啊咁樣，呢個位置，呢個户型嘅話，呢個位置就係咁樣送嘅咯，嗬。可以做個琴房或者係書房。入嚟睇下，而家你見到嘅咧就完全就係交標嘅樣啦，交收就係咁樣子。咁呢個户型嘅話咧，104咧，佢個廳相對嚟講就平凡啲。可能啱先睇嘅嗰兩個户型太驚豔啦，你覺得咧？呢個常見啦。係啊，常規户型咯。咁呢邊係廚房位啦。不過啲廚房真係好長。嗯，長嘅。啊，我要企喺背面牆面，嗰啲廚房全部都係長。長條型咯。呢啲都係交樓嘅樣咯。咁呢個廳位其實佢都大嘅。不過可能啱先嗰個橫廳同埋89嗰個太實用啦，導致咧就嗰兩個病感官就非常之好咯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嘅一個陽台啦。到時呢個方向咧就係望住園林景觀嘅方向嚟嘅，係呢個就係望園林景嘅。哦，到時呢個應該係水池嚟嘅，因為佢滑陷下陷咗啊嘛。嗰邊就商業街啦。有球場啦，我哋小區好多球場。咁我哋睇睇房間位先，客房交收係咁樣，木地板嘅，飄窗真係好大，呢度就係公共嘅衛生間啦，鏡櫃啊、洗手盆、馬桶都有啦。呢一間房咧就係，哇！呢個就是陽台部件贈送一半的房間 L 型的一個采光面，采光就很足，通風也很好，通風效果也不錯。它是長條型，其實我發覺它的戶是啊，無論廚房房啊都是長條型的。它這個設計很喜歡整長條型，到時這一部分就做床啊，這部分做床，你現在站在這裡，因為你那邊你太陽曬下來，你早上不會容易醒你瞓懶覺，你想瞓懶覺咋嘛？咁呢度係主人房，佢係個套間嚟嘅喎，空間大細都 OK 咯。我同你之間嘅距離，空間大細其實都唔錯。咁呢個咧就係104嘅，都係四房設計，佢所有嘅房間無論89、104、101都係四房嘅一個設計格局咯。係啊，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錯嘅。咁89嗰個實用係啊，我就個人更加覺得咧，就89嘅性價比會高啲咯，實用啲咯。我個人都係會中意89嗰個多啲咯。可能咧就104，而家我哋呢個户型嘅話，佢個朝向就會好啲咯。佢望園林景啊嘛。咁啱啱嗰兩個户型嘅話咧，就睇嘅景觀可能就冇呢個咁 fit 啦。不過咧，我就
覺得89的性價比會相對高一點，因為這樣的面積可以做到四房。然後110的話，如果你喜歡家裡活動空間大一點，那個橫廳都 OK 的。好了，我們今期的節目就介紹到這裡了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這個頻道的支持。如果有想看的樓盤的話，歡迎向我們視頻下面留言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想置業大灣區的朋友，我們免費為大家提供九大置業服務，撥打電話6632-4512聯繫我們吧。置業大灣區，首選迎頭置業。